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啊。啊，今天是5月31号晚上7点16分。为什么迟到了15、6分钟呢？是因为今天下午4点老板叫我开了个会，他让我们出一个视频，希望能够叫这个采薇能够过来，这个天使服给落地采搞点福利。然后呢就说就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视频。然后做那个视频的话导致我现在晚饭还没有吃。所以呢如果说妄图没有准时直播啊，超过了5分钟以上，我觉得就只有三种可能。第一，我的电脑爆炸了，对吧？荡然无存了，对吧？我简单的修都修不好，什么换个显卡、换个主板、换个内存都修不好那种，是这样子。这个不是那个的爆竹啊，这个是昨天这里的这个爆竹。然后昨天那个仙草爆竹已经用完了。然后第二种可能是我已经高烧烧的昏过去了，对吧？已经不省人事了。第三种就是今天这种情况啊，有特殊的事情，绝对特别特别的耽误了我，导致那这样的话，如果。就是第三个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那有这样的特别的事情发生的话，我去处理的话，那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吃饭，对吧？那我提前直播，然后呢再吃饭，我是这样安排的。然后今天感冒怎么样了？其实我今天很虚的，我，哎呀，大家知道我的头比较大了，对吧？就比我头还要大，这只是我醒的一半吧，因为我去那些地方也待，我直播间没有待很长时间的，就醒了一箩筐的纸，所以，所以我鼻子今天应该就烂了。你们知道那个茅台最近出了那个冰淇淋吗？等我好了以后，我想去买一个试一试啊。我原先觉得茅台出这个冰淇淋是一件特别作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但是后来有一个东西改变了我的观点，然后这个升星的话，今天我还是不打算升啊。等一等，主要是我这个区没有对手，要有对手我再去升一下这个魂环。我就看哪天我打过他们了。然后这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带玩的朋友他帮我把这个地狱之路打了。我们这次经过仙草的活动之后，战力着实有了不少的提升。但是呢，我确实不是很明白怎么样去推图。我推图推的比较少，我主要是打架打的比较多，所以我是一个实战型选手。然后呢，这个推图的话，他说他只做了两个调整，推图。他为什么一下子推到那么多关？现在我们是地狱榜第四啊，第三其实就差了一点点。我只要再把这个魂环升一下，其实就打过了。这个很简单，第三差不多就是我们，你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以后还有比我们厉害哦，还有这个博哥哥，因为他已经充了50万了，所以他以后会比我们厉害的。这个人会比我们厉害。然后呢，这个冰妹的话也会比我强，对吧？然后呢，第三应该是我应该是常年稳居榜三的，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充值今天先充一点。然后呢，这个带完帮我把这个打完之后，我是觉得没有办法。打了就打了吧，对吧？还能怎么样呢？以后就是说不要让他玩这个就好了，这个我自己来。但是呢，这么多这个杀戮领域，咱不得用起来，得要爽爽的用起来，是吧？打兵哥是吧？兵哥现在他那个阵容不对，所以揍他是轻轻松松的。这个叫做茅台的冰淇淋，就是想说一个什么？那个茅台的话，他做冰淇淋确实我觉得很一般。但是你要想嘛，哈根达斯收这个智商税，为什么咱国内没有一个品牌能出来收呢？对吧？那咱们也要一个品牌，你看什么 DQ。什么哈根达斯这些冰淇淋卖的多贵啊，那国内也要有一两家这冰淇淋卖的和他们一样贵啊，这样的话我就有选择了嘛，对吧？我就可以选择给茅台，而不是非要每次都给这个哈根达斯。他们配料其实都差不多的。茅台做多少度？他做的我看一下，他是做 2%， 然后呢 2% 的话，我想想，因为他那冰淇淋100毫升都没有，所以他那2毫升的茅台都没有，他只是有一点淡淡的茅台的酒味，仅此而已。两度吧，好像啊，可能是，反正他能做的创新也就是那样子，他有那个框架限定在那儿的。毕竟你说茅台，他要是里面没有茅台的味道，那他还叫什么茅台冰淇淋呢，对吧？他就是割韭菜的，我就是觉得这个不爽。但是转眼一想，反正也是被割，无所谓了，等我以后赚到钱啊，试一下，对吧？挺好的。然后今天有个问答环节啊，有个问答的环节，这个答案我先写在这儿。这个问答环节呢，也是谁先答出来啊，奖励20米啊，各位啊，请听题。今天的这个十分简短，来准备好了。好，问题来了，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啊，打一个字谜，请问有什么东西你带着不舒服，但是不带又不安全啊？这正确答案马上待会儿给你们看啊，货真价实的答案。然后你们就回答。好，第一个是这个 A 点儿，这位同学是口罩，没有问题。其实头盔也可以，但是我这里这个答案是口罩，给你们看文件助手，这写的是口罩啊。今天就这个小问题，因为一开始我说这肯定是避孕套，结果他们告诉我是口罩，我就惊呆了。我已经不单纯到这个程度了吗？啊，完全没有想到啊，咋不是头盔了？没有办法，你看大家都认为是口罩，对吧？手套的话不一定，手套是保暖的，头盔的话，不戴不安全的话，好像。哎，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过去吧。这个 A 点的同学，麻烦私信我啊。然后呢，我下来给你，好吧？答案是不唯一的，但是标准答案只有一个，更多的我给不起，抱歉，抱歉，抱歉。好，然后
我们这个服的这个物价草黄已经飙升到180了，150都不够，要180，特别的夸张啊。但是我一想也合理，我14万钻石没有出出来一个，这个草黄能不贵吗？你说我要是出出来好几个，这个价格就便宜了，对吧？我们上次不是开那个宝箱，它有一个单的啊，来，这个乾坤造化单，这个东西给谁用好像都行。攻击系就是开局前7秒会额外命中一个单位作为攻击目标，就是它的普攻和技能会额外中一个，但我这个也是 AOE 的，所以好像不打紧。若本次攻击已选中所有敌方的攻击系武魂，就是说是不是说对方就只有一个攻击系武魂，对吧？那本次攻击如果选中了他，那么这次伤害会提升33，好像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我觉得没什么用，因为大家都有个复攻的，有个蜘蛛，然后这个就给海神前7秒钟增加点伤害。哎，或者是牛呢，就给海神是吧。我再看一眼这儿啊，牛的话他是自身受到伤害时为我方所有角色回复最大生命值的 30%， 然后有12秒的 CD， 那48秒的时候其实也是包括自身回复最大生命值的 30%、这个就很爽。他肯定是开局等到47秒的时候就会回血的，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自身死亡时候，然后呢3秒内免疫敌方一个攻击系武魂的伤害，对面其实是攻击系武魂的技能是很强的。然后我们今天要去8000那个号抽一下活动的，各位该吃饭了。哦，对的，我是打算这个现在吃一下饭。我那天没有吃饭，然后来直播，我当天直接就又烧到39度几了，我忘记了，反正39度多，所以不能不吃饭啊，各位。然后呢，我现在先说他推图做了两个什么调整，刚才忘记说了呀。一个是他把塔的那个这个动态挪过去了，挪给了这个蝶，他把海神祝福给了蝶。为什么给这个蝶呢？是因为一进去这个塔就死了，推头的怪虽然他攻击不是很高，但是越打到后面就攻击越高，然后他就可以把我这塔轻而易举的揍死，他这个魂环就没什么作用了。然后呢给了蝶作用时间长一点，他应该就只能发挥第一次作用，第二次就发挥不出来了，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他培养的一个新的魂环，这个魂环也刷新了我的认知，这个魂环叫做分筋透骨，暴击时增加自身的这个伤害加成，因为它是持续3秒，一个是增加自己的伤害加成，一个是降低它的伤害减免，一加一减，它实际起的效果就不止 60%， 比这个 60% 还要多。然后呢，我一开始以为这个触发暴击很难，对吧？但是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这个怪它没有什么控制技能，所以你可以一直一直暴击，不是一直平 A 啊。然后这个海神攻击的比较快，大概2秒钟攻击3次，然后3秒钟攻击4.5次，攻击4.5次差不多就会有一次这个暴击，所以它那个就能够持续下去，它的分筋透骨的那个效果就能持续下去，所以推图就非常的猛。之前我在8000的时候，我推图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就觉得那个魂环不太实用，因为当时我知道我如果不让他帮我点的话，我应该晚饭就没得吃了，就得要下播再去吃，那样的话我估计就很成问题啊。像人生病不能这样子。这个呢是咱榜一那个富婆给买的，特别的贴心。OK， 然后两个米饭，这个可能就浪费了。然后呢？这是啥？这是一个汤，好像是，我的天哪，这是有毒，有蘑菇，有什么？六一没有活动，我那个视频也说了，六一应该不要活动的。这个如果说六一还出这个活动，那我觉得这个和引诱未成年人消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六一就应该不要有这样的活动才对。就游戏里面啊，六一应该有什么活动呢？是你比如说带小朋友出去玩，对吧？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游戏里面打架充钱，这个不算是很棒的一个东西，对吧？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都得要靠这些年轻的花朵，你直接就游戏里面就直接摧残了，对吧？那不太好，还是让他摧残一下我们这些成年人就可以了。你感觉六一绝对有活动？他们说那个应该不会，因为马上又是端午节，很接近，三七不应该那么着急的。哦，红包来了，好的好的，感谢你们的提醒啊！你看这不就来了？哇，抢到12.9！今天是一个268，一个200，两个168，两个100。好，我们换一个号啊。好的，各位，我们先来看这个昊天八剑斧的号啊。先进一下这个神界中枢，然后我们先去赌魂盒，然后再去抽奖，顺带的一定要做这里的东西。好，他来了，哎，这个弹出来了，这个数字就是刚才那个。好，都看到了吧？可以了，再活过来。哎，刚才是在哪儿送的？是在424送的，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达标任务就不要领了，这样好和这个武汉去做一下这个对比。但是这个武汉他。不行了呀，这武汉他不和我比了呀。丁香才死了一次是吧？丁香就太菜了，丁香是自己玩，他玩这个号就不是特别的认真。来，我们看看是被谁啊？被偶猴宰了，对吧？好，继续送，这还有3个人到我们。好，我们先去赌这个魂盒啊，各位。来，魂盒的话，上次已经赌成了这个超级斗罗，现在就把这个封号斗罗赌一下，各位。超级斗罗，哎呀，封号斗罗，对，就这个，我们有3个啊，我们一个一个来。
小能成啊。三二一走，失败了。我小子之前说加微，现在都没有加。昨天去输液，然后手机就拿去了，但是那时候没有回。然后呢，后来的话，放在家里就忘记拿过来了，今天就没有回。不然我找助理帮你也帮你回一下，各位。还好最后一个出了这个放抖了。来，各位，我们最后一个三阶真身也出来了。这个回合我们已经毕业了，加了242万。这里是四阶真身，提高效力20的生命没有用，伤害减免没有用，治疗效果有点作用。它就是一个医生，开局第五秒令敌方攻击最高的两名角色所有的技能的基础作用目标数量变成一，就是你的海神啊。哇，海神的都是群体技能呀，海神的群体技能和比如说对面的蜘蛛，这是攻击最高的两个角色啊。牛的攻击一般不会特别的高，它直接作用的目标数量变成一，那这个海神还不如换一个 单体的，感觉更有作用啊。每当有其他角色阵亡，每当有其他友方角色阵亡，滋润三身镇魂鼎，小李获得三秒无敌，补满一次魂力和生命，每场生效一次啊，生效一次。但这个 不是很有用，他本来也是满血的，对吧？可以开始赌龙魂了。是的，他们说，这个戴文小哥叫我赌这个龙魂，说这龙魂非常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现在的话，龙魂现在可不可以赌？我先看一下，龙魂这里是空间龙魂，我们要给海神的空间龙魂先升到四星，对吧？我们就把它卸下，然后我们合一下四星空间龙魂，然后这儿一次也是20的几率，咱们试一下。好，成功了，好像不是很难的样子啊。然后呢再做一个什么，我找一下，这里是有一个火之龙魂，还有一个风之龙魂。我是故意的，这个风之龙魂肯定不可能成功的，对吧？这样你们就平衡了，对吧？啊，这有问题吧，我觉得他肯定不可能成功啊。这今天有点大毛病吧。火之龙魂这个已经满了，不需要升了啊。火之龙魂就给他换一个吧，啊，替换一个，先攒一攒。水友都惊了，不好意思啊各位，这是生病太多天，对吧？这游戏策划觉得要照顾我一下啊，对吧？我这坚持上稿给他宣传这个斗罗大陆为主不容易啊，属实。好，以后需要赌啊，我再来让这个代玩小哥哥多收一收这些材料。他说不用送了，丁香都不怎么搞了，我们没有对手，我们就直接上环去揍人，这样的话也有这个节目效果啊。谢谢示威的这个小怪兽，那么好看吗？谢谢老板，这是想要做老婆吗？这老婆的话，这一点礼物好像还不太够啊。我也不能为了个礼物就把自己卖了呀，还是算了吧。谢谢老板，这都200块钱了，今天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老师的这个小怪兽，你点的这个外卖真的好吃，我们您的这个大恩大德没齿难忘，谢谢。别说，你也配当我的对手吗？426，赶紧打回去。我要做的不多，我今天就顺这儿把他这个424拿下。丁香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是周二嘛，他有可能会要强矛，但是他最后才买这个次数有可能。好，到我了，这两个小菜我直接杀。但是刚才我杀了红颜，我疲劳没有出来哎，这应该是天赋，就是这个灵能圣所里面的灵能术点的。好吧，这个战红颜揍一下，他们应该就没有人过来了。好，这儿又开始准备要打了，你往青森过来 ，nice。就只要但凡有一个人稍微厉害一点的，听我指挥，就能发挥出我的这个全部的实力。两边我都要打。哎，偶猴也来了，好，偶猴也得死啊。他们那边最厉害的三个大佬都在这儿，随便玩是一个，红颜是第二个，偶猴是第三个。等着我把你家门口都堵了，等着。好，这个已经拿下了，再把这儿收了。他们的大佬都被我牵制的话，那他们就没有东西了。哇，这杀人杀那么爽的吗？虽然我有两层虚弱啊，我死了啊，两层虚弱就干不过人家了吗？那么惨，难泽能再支撑十秒钟吗？八七，好像支撑不到了。五三三二，哎呀，差了两秒钟，这就差了两秒钟。来，再去下面去打。如果以后丁香不火针，那以后我就直接去杀人，就是杀到他们家，我不怎么需要复活，不需要让这个神池，每次我装菜都被他们打回去了，这个就很不友好。我这要垫两个小弟就好了，来两个人，两个低战，对吧？两个水友在这帮我垫一下，之后我复活起来又是一条好汉，又过来锤他们。现在我有六层虚弱，打这个战红颜应该有可能可以打过，但是偶猴如果再过来的话我就搞不了了，这里我应该没了，他就求死没有隐藏，所以我就没有了。可惜只杀了他们几个人，这个城是七秒钟开始战斗，先过去啊。等一下其他服抢了怎么办？
那他们要有这个钻石哟，一共是三天，要送28次，然后呢要买28次啊，好像是，然后呢就要花个7000-8000的钻石，这些人可能7000-8000也不止啊，因为光500钻的都要花个4000钻的样子啊，应该就是8000-9000的钻石吧，他们不舍得花那么多钻石的。而且这个排行榜可以在这儿看到啊，这差距特别的大，他们就买17次也超不过我，我这已经买了不止17次了。好的各位，这个中数的第一肯定是我们没问题，因为主要是他们实力不够，实力够的话他们钻石有那么多的话他们肯定是随便拉的。然后呢屈服争霸我们先更新一下这个战力，还有报名呢，我们打的是8005，这个的话不要怕他，现在我打冰妹我不虚他了。然后另外还有个活动，海神试炼抽一下，这里先用这个抽一下啊。哇，这个不就来了吗，出这个大奖出来了呀，这个大奖是核心法阵永恒，失明归还3，连击几率3，穿透3，而且是融合之后会有新的技能，我记得挺强的。大奖来了一个，他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大奖啊？仙草，哎，没有作用，耳环戒指可以，这个没有作用，这个有一点作用，现在这个还差，主要是这个神境的魂环给大家升的话是已经把高级内丹给用完了。然后刚才有水友私信我说有人骂他，有人在游戏里骂他怎么办，骂他很简单，你直接把这个聊天界面截图，然后呢告诉这个平台的客服，就七里网络的那个客服就可以了，加不了多少是吧，不一样，我们这个基数比较大，它但凡有一点点加百分比的这个战力就能加很多。你看着来，这个大奖抽起来没什么感觉了，各位不好意思，来最后大奖来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战力吗，214,21.439 对吧，4390万，那来600万战力就 21.5 了呀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战力能不能轻松到啊，然后战力确实没有到 21.5， 这个活动真的是不给力啊，这些活动都没什么感觉，好多都用不了，内丹用不了，心得没啥用，这个成因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必备魂环也没有作用。下一周我们的对手是这个20亿6000万的罗刹衣服的无效男，我先模拟切磋一下，一级神中气，这个压制会比较强，他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三体阵容呀，三炮龙加一个猫鹰，输出还挺高的，直接把我就打死了。但是他牛爆，哇，我海神没了，我海神比牛先死啊，那么惨的吗，我能拿前4，前5吧，谦虚一点，我能拿个前5，这我们能不能看一下这输出 占比啊，我的海神打那么多输出，万妖王战役勃发，生命值高于60的时候提高最终技能伤害，真实伤害也提高，这个好强啊我感觉，然后再加一个赤魔，我这边就是比那个狂热要好对吧，这闪狂热没有那么强，它是只有30的几率造成额外伤害，这个不是很厉害，它这个就是很强啊，战役勃发，它相当于是永远提高这个最终技能伤害，它技能伤害就太高了，真伤也提高21，我也可以弄，好，这个就吩咐下去，让我们代玩小哥搞一下，什么垃圾一神连11款都没有是吧，这个不需要再挑战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然后呢这边没有要升的了，改天有要升的代玩小哥再和我说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啊，今天已经坚持到了2小时之久啊，明天我们再来，明天晚上7点钟啊，应该不会再迟到了，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收看，明天再见了，拜拜。